Hello， 大家好，这边是超强系列。哎，没错啊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，开一个黑箱啦，真的是蛮黑的哦。来，叮叮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嘿，没错，想必呢，大家看标题早就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啦，但是还是要先制造一点神秘感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进行开箱喽，耶！我们可以从它外观的这个黑盒子上面呢、直接可以看到三个斗大字爱奇艺。哎，不是啦，在那边乱抢人家的 YouTube。好，我们首先打开这个盒子 ，OK。好，我们首先呢可以看到的这个画面呢，就是哎一张纸，你完成了只有少数 YouTuber 创作者才能达到的成就。字好多、哦，重头戏要直接来喽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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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，Shining Sparkle， Oh look at this！它闪得多美呀、啊！嘎死呀 ！OK， 其实呢，对，在今天开箱之前我已经看过了，所以其实没有那么有新鲜感啦。但是还是要装一下给你们看一下。本体呢，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的，很有质感的这个黑框呢所标起来的。然后里面这个呢，之前尊好像也试验过，我忘记是、好像它好像是不是纯银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哦，这可以拿去卖钱，它不行。即便可以好了，这东西啊，它其实讲真的，它对我来说，它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成就感，是在10万订阅的那个年度大会上。被颁奖拿到了这个银牌，第一感想就是啊、他妈真的有够爽的，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感动，谢谢大家。我当下拿到这块银牌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蛮不真实的那个感觉，我跟以前的我已经不一样了，真的到达一个成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哇，这真的是我吗？以前的我做不到这件事情，但现在我做到了，那一刻非常的虚幻，非常的梦幻。这个东西我会好好的保存，那每一节节目都会把它摆在这边，所以呢，之后大家每一集影片呢都可以看到我的新装饰，耶！